是陆蜂房，啊，全名叫陆蜂房。陆蜂房呢，就是蜜蜂的窝，蜜蜂窝。这个因为蜜蜂窝很轻啊，你不要开个五钱了哈，老板说你要五钱是一大包，好，因为纸很轻嘛，三分五分就已经 好几个了，好。那这个陆蜂房呢，如果是挂在里面的时候就长成这个样子，好，很多那个洞在下面，它就长成这个样子。注意看这像什么？就像乳房，好，蜜乳嘛，好。那这个陆蜂房本身怎么成的？就是蜜蜂呢去咬了蜂蜡。蜂蜡，好，然后吐出来就变成，然后做成蜂巢，这样来的。好，那这个它因为它长得就像乳房，同时里面一个洞一个洞就像乳糜管，所以以易得，中药可以呢以易得，所以它通乳的力量非常的强。好，通乳，老师这个，如果现在在喂母那个喂母乳的期间，刚生完小孩，妈妈喂母乳，对啊，奶水出不来。好，那我们可以陆蜂房一下的话，奶水出来很多。那你说奶水出来很多，那我们再加一些补药，这些滋补的药，让你产生更多的奶水，对不对？那同样的，如果说我现在退奶了，可不可以用陆蜂房？当然可以啊，但是你不要加产生奶水的药嘛，对不对？你要加一些咸味的药，攻坚，好，把它倒下来。好，精会生水，肺经这边是白色的，奶水是白色的。这个奶水刚开始出乳的时候是黄色的，啊，黄色，然后后来就变成白色。那你要陆蜂房加进去，可以让它通它乳糜管，以后你再加一些咸味的药，让它精去生水。好，咸味就月经是咸的嘛。好，奶水是精嘛，哈，那个月经是哦咸味的，它就会精生水，这样就可以把奶水导到子宫里面去。好，顺着冲脉，那个还有胃经一路下来到子宫排出来，好，排出来。那光是这个奶水在排的时候。这个我们如果让妇人的月经很好啊，主管前面学过了啊，比如说我们可以靠一些桂枝啊、肉桂啊，可以强她的心脏，让她往奶水往外走。好，月经痛，我们有紫薇，有胃毛，对不对？好，胃毛好，疏经活血，通经好，利经。那这个陆蜂房好，可以让确保胸部里面没有任何的淤积，好，不要有任何的陈旧的奶水堵塞在乳糜管里面。好，那堵塞。一段时间以后，它就变成粉状，粉状就是奶粉嘛，啊，粉状奶粉就慢慢变成钙化、钙质化，好，就变成这个会，后来就是炎症就这样来的嘛。好，什么炎症啊？这个中国人的字写得很好，好，你看这个病这边，我们比较谈的都是病嘛，哈，三个口，一个山，哦，口上面还有一个山，山上面还三个口，意思是成长得很快，意思就是说你身体 confused， 什么叫 confused？本来这个很好的细胞在这边，哎，这个正常的奶水营养它就吸收了正常的营养，但如果说这个营养停在你身体里面太久了，身体的好的细胞会 confuse 啊，哎，你在这边干嘛？怎么那么久？我把你消化掉，它因为误导会就陈旧的营养会误导，中医叫做积累积的积，啊，积，身上有累积的时候，它身上会误导，所以癌症并不是病毒啊。他误解了，怎么那么多营养在这边？所以一个变两个，两个四个，四个变八个，哦，就变成这样子。因为他 confuse， 他误解了。所以我们身上不要有积，随时都要排积，每天都要排。好，哦，这个积是不是说一年的？是日积，每天越累下来的东西。所以我们为什么平常运动，早上运动？哈，哦，我家里面以前的逼毒吧，啊吐啊哈，那个吸啊呼啊，在公园里面发怪声音，哈，哦，所以就把身上的积排掉。那不是说一个月排一次，就每天常常要动的。那你有时候实在很忙，没办法了，那第二天还是要想办法排掉。好，了解一下。好，这积这个日积月累下来。那你如果说每个月我们能够确保一个女孩子从月经来了以后呢，二七十四天癸至，那现在营养太饱太过啦，好，十一岁、八岁、九岁月经就来了。好，美国很多小孩子九岁、十岁月经就来了。好，吃那个食物太营养，并不是好哈。那到月经到停经，那这段时间我们确保那个胸腔里面那个乳房里面没有任何的奶水累积在里面的话，这就是最好预防乳癌的方式。所以我们营养的调理很重要。好，那中医所有的中药，不管是经方或者我们的外面的中药，天然的好处在哪里？就是它天然的东西，它不是纯百分之百营养。是50%是营养，50%是攻坚的。好，比如说我吃个橘子，
橘子里面有维他命 C 啊，但是橘子里面很多的纤维，很多的水，对不对？这维他命 C 只是一部分。哦，好，那现在那个西药厂呢，营养师家想尽办法把你 confuse 嘛。好，你吃维他命 C 片，然后他把维他命 C 片弄得跟橘子味道一样，可是维他橘子片绝对不等于橘子，你了解我意思吗？绝对不相等。所以你如果吃了精炼过的营养，那是百分之百纯营养的，那没有东西帮你排挤。老天爷从来没有制造百分之百营养的，从来没有一样东西，自然界的东西是百分之百营养，没有。包括你甘蔗的蔗糖，挤完了都是甘蔗渣，对不对？那甘蔗渣可以通通牙齿，对不对？漱漱口，好。哎，平常咬了咬甘蔗渣的时候，咬了是不是咀嚼？是不是肠胃的运动？对不对？没有自然界，没有一样东西是百分之百营养的。现在人去制造百分之百营养的东西出来，好，还在打广告，对我们误导。好，这卫生署应该查这种广告，这是骗人的嘛？好，完全是违反自然的广告。好，所以如果都很想得到乳癌，很想得到脑瘤，对不对？你就是都吃营养，都吃营养剂就好了。那营养专家的话，你就听他的话去吃就完蛋了，就正好。好，那钙片不要吃钙，钙我们人都需要钙，但是我们不需要钙片，钙跟钙片不一样哦，了解我意思吧？哈，就不相等的东西，好，绝对不能放在一起。陆丰房就是易来的，用易啊、哦，看你看这陆丰房长的样子。好，那所以如果说女孩子胸部有硬块在里面，你可以放一点陆丰房。好，记得我的话，不要放个五钱哦。五钱你没有看过风很轻啊，放来风一吹都跑掉了。好，不用那个十七级风，你嘴巴吹一下它就跑掉了。好，很轻的，好值很轻的。所以遇到值轻的药物呢，剂量开少，开个几分就好了。哦，几分就好几个了。好，那所以最主要的目的，这个陆丰房呢是去成乳，成年的奶水。没有排出来的，好，我们用陆丰房。好，一般呢我们火烧过炙过以后使用，好，炙过以后烤过以后用，因为那个暴露在外面密封，对不对？啊，你怎么知道咬什么东西？所以因为我们跟动物有接触到的大部分我们都是好炙过泡炙过用的，跟动物的好，一般的话你说白马镜，对不对？好，都好，最好炙过，好，没有人生吃的。好，所以呢你看哈，陆丰房的味甘味咸味，味甘的有滋补的味道，对不对？因为它我刚刚讲它从蜂蜡来的，它有咸味，咸人软坚，有攻坚的作用，性平有毒，有毒并不是蜂房本身有毒，因为太脏了嘛，好，所以它有毒，好，太脏啊，所以用了火炭火烧过以后用。我们后面会介绍很多像好蛰虫啊奇招，很多的那个昆虫类的药，好，动物类的药，大部分我们都要烧过，把翅膀剪掉，头剪掉，脚剪掉，好，包括我们后面蟑螂怎么吃我都教你们哈。那你学会不一定要叫你吃，万一说你哪天飞机失事，对不对？掉到山区里面去，没有药怎么办？你都可以找出来哈。我就那么倒霉，老是飞机失事那么倒霉。好，好，那主治你看，陆丰房为解毒杀虫的药，专门治那腹股区，就好像那个，比如说我们这个褥疮，好，褥疮有没有？那褥疮啊，那个病人躺在那边，那个中风病人躺在床上就没有翻身，后面分了个疮，那疮很大啊，那个打开来，西医每次打开来好像窗户打开来一样哈，换换药再盖回去哈，那也不能缝起来，缝起来的外伤口收了，里面化脓，还要打开来再去抽脓，好，这时候都可以用陆丰房。我们知道很多像雄黄也可以使用，就我们很多杀的腐肉。要杀粉杀去，腐烂的肉它会清掉，生的肉那个好的肉会长，肉芽会长出来。哦，那你肉芽长出来没有腐烂的肉，你就不要再去杀了。我们有很多药可以有腐蚀性的药，腐蚀性的药那就看腐烂的肉我们才会用的。没有腐烂的肉就不要去乱杀，乱清啊，你把好的肉也清了。那有没有腐烂的肉很简单，闻啊，望闻问切的闻，腐烂，好，闻都闻不出来，你不用当医生的哈。哦，这个叫猪肉，那个猪肉坏掉你会闻得出来，就那味道。好，那个新鲜的猪肉也会闻得出来。好，哦，这个脖子啊、蕾丽啊、萝莉啊，好，哦，这都可以啊。哦，那像别鹿，他说这个陆丰房跟乱法蛇对，好，蛇皮啊烤在一起烧灰了以后哈，哦，这很凶啊，这个药很强，好，很强。这个乱法是血之余，烧过以后，好，再叫蛇对，
哦，跟陆丰房，哇，那个皮肤上的恶疮啊，还有你这种有的很多的化疮，那个疽哈，是那个化脓的，在皮肤表面上根在很深的地方，它会一直痛到里面去，就有时候在脏腑之间，那你要很强的要把它通通逼出来，这是一个方，好，这是一个我们一个这个《本草》里面一个方，《神农本草》一个方。那平常我们光是这样用的时候还不够，啊、哦，还是不够。如果进入到脏腑，进入到骨是最深的嘛，哈、哦，进入到脏腑的话，光是那个不够，我们要加一些白术和附子，哦，泡附子，哦，泡附子，啊、哦，为什么白术大家知道了？为什么要加泡附子？好、哦，还不知道。待会我们介绍到附子的时候，好、哦，我们再讲。好、哦，白术能够祛湿。那这个素，这个我们有个名称，我们叫素附汤。啊、哦，素附汤，素附汤的排脓也叫做排脓汤。哦，排脓汤，这个排脓汤呢，除了身体那个皮肤表面上有化脓以外，骨头很深的脓疡，我们都可以把它清出来。好，素附汤。那这个力竭肿出，哈、哦，关节上的，好、哦，都任何的毒都可以使用。好、哦，这个它可以解毒的，好、哦，解毒的药。好。那输送呢？哈，煎水啊，治热病啊，什么样？哈，诸位可以参考。最主要，我们是治疗乳房的，哈，去成乳，还有乳房的来那个叫乳癌，我们也会使用它，哈，会使用它。好，好，那像你现在那个叔公有没有？他是水煮服，哈，能够下乳石，就奶水在里面停很久了以后，那清出来的时候是硬邦邦的一个。好像石头一样，好、哦、清出来这种，哦，好，这是我们陆丰房，啊、哦，所以诸位记得是味甘而且咸，好、哦、甘咸，啊、哦。